你杀人偿命，我有什么理由杀孙先生？我敬重他。我是吴章，你是干啥的呀？当兵的你也掉了东西？金条在哪儿？没了。那时候于姓还真有一座城寨，成了三代头人，今天传到了我的手里，令人发指。 要不是走出书房，还不至于姓以为虎作伥，彻底腐朽了。范爷，孙没了，金条没了，我怎么举枪？都是我，是不是姓于？我是不是还姓于？三块大洋买支枪，好不好？借，有命，我拿来还。哪里枪响，哪里去拿。